欣赏、哦、互相推崇，那个重要、要呢相敬、哦、如宾，不是宾啊啦、哦、很尊敬的一种关系、啊、所以夫妻之间、哦、假如说能够、哦、维持、啊那个对待朋友、哦、对待朋友的那一种那个礼节、啊、他们夫妻关系应该是很成功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哦，那东西哦，顾啊，顾得哦是青菜，顾得哦随便啊，所以夫妻之间呢，你要互相个哦推崇尊敬啊，非常不简单。啊，那个呢，就是要哦从那个内心里面啊，哦去这个就是啊哦产生呢在。生活之中里面的一些比较、哦、高超的那一些、哦那个人格啊、哦、那个品性，那假如说我们都能够、哦、去欣赏对方的那一种、哦、高格调的、哦、那个人格高格调的品性，那这样的夫妻啊相处下来绝对、哦、比一般都来得成功，啊，就是不容易啊，因为想接近，想接近吼，就靠熟，啊，靠熟吼，就变豆腐啊。所以那个吼、哦，那个对。哦、对方的那一种所有一切、啊、你要尊敬得出来、哦、那个时候不简单不容易、你要能够实际的去做到的话、那个是最理想，不要把它看成负面、啊、看成负面的不给的、哦、还有10分钟还有没有